不行，这样做事关名贵。没关系，我撑得住。丁爷，动手吧。丁爷，动手。丁爷，动手。快！不会让你死的，你还关心我，我好开心。就算死，我也值得了。别傻了，有我在，你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刚才发生了什么事？刚刚是小宝救了你，你身上好像有团红光附在他身上，让他长出了双翼，驱散了魔气。那小宝呢？已经飞走了。大师兄，我有件事想要告诉你。什么也别说，现在天门峰告急，我必须要去支援师父。等打退了绿袍，我答应你，一定听你说。妙音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慌什么慌？没有我妙一解决不了的事情，啊！师伯，丁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们已经封住了降魔塔的咒印，伏魔谷的危机已经解除。外面怎么样？还不知道呢。不过大师兄已经去天门峰支援了，看情况，绿袍还没攻进来。嗯。哎，丁爷啊，你呢？赶紧去天门峰帮他们。青云，你呢？去栖霞峰组织弟子，也一起去天门峰帮忙，赶紧去吧！啊，好，好的，师伯。慢着，我本来答应你，替你去求掌门把赤魂石取出来，但是蜀山现在有难，我希望你站出来。吕袍已经入魔很久了，他已经没法回头了。你是我们蜀山百年难遇的奇才，你要保护蜀山，战胜绿袍，否则天下永无太平之日。啊！弟子必将竭尽全力。你我这么多年是亦师亦友，我妙一呀，能交到你这个朋友，值了。这是一时感慨而已，那走吧，走。嗯，你怎么样？你哪里受伤了？妙音，我来帮你疗伤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小柔，不用，用不着了。
我告诉你，我呀，要丁隐用赤魂师之力帮我把咒印推出。我的心脉已经受损，我吊着一口气啊，就是想见你最后一面。老天已经对我不薄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明明知道，可你还要这么做，你这个臭脾气怎么就改不了呢？答应镇守伏魔谷，怎么能连命都丢了呢？哎呀，母老虎，母老虎，母老虎啊！小茹，我们相守数十年，我觉得呀，我这一辈子呀，我是个大赢家，你也赢得起的大赢家。开心点，高兴点，不要哭。你一辈子没陪我喝过一口酒，今天能不能陪我喝口酒啊？行不行？你说过你一辈子不认输，今天你也不许输，你给我撑着！喝了这口酒，我答应你，你答不答应我？啊！妙音，妙音，妙音！人命！够了，师弟，你真想把蜀山的基业都毁于一旦吗？毁得越多越好，最好毁得一星半点不剩。停手吧，我对天发誓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和素音，帮你们重聚的，全都是谎言。不要过来！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是我欠你和素音的，24年前就该还给你们了。你以为这样我就可以原谅你吗？当然不能。我知道，你们这些年受的苦，远比这来的更深更痛。但是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帮帮你和素音，让这一切都回到原来的样子。师弟，不能再错下去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一个个都要做好人，装软弱？为什么搞到最后好像全是我的错？伪君子！掌门，掌门！我何德何能，让天下人都在背后捅我刀子，恭送我，
早就算计好了。等我跟诸葛玉我两败俱伤的时候，你就渔翁得利。我分明就是为民除害，经我师弟便执迷不悟了。我是为掌门清理门户，就凭你？你的伤，千万别让噬魂师吞噬了丁隐，去啊！是。别跑！你回我家园杀我娘子了。我和玉儿诚心相爱，你要拆散我们两个人？如果你还有什么怨恨，尽管说出来。妙音师伯是我一生最尊敬的人，可是他却死在你手上。掌门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也要置他于死地。你不能因为你一个人就要全天下的人陪你一起受苦。今天你我是时候做个了断了。好，好戏才刚刚开始呢。是你自己要找死的。丁隐，救我！玉儿，你拿玉儿当阵眼，看着丁隐对他一往情深，难道你不恼火吗？恼火又如何？反正最后陪着玉儿的人终归是我。说起玩弄人心，我倒是还输你几分。属下不敢，宗主你始终有人牵挂惦记，而我将来还不知道怎么面对玉儿。不管怎么样，现在大功就要告成，你该记头功。我把玉儿交给你，把她带走吧，不要让她伤心。属下先恭喜宗主。宗主保重。千万不能有事啊！
你醒了。这是去哪儿啊？如你的愿，带你去找丁颖。那我爹已经不攻打蜀山了吗？打，可是我不想看到你这么伤心，偷偷的带你走的。你说的话我能相信吗？哎，我无鬼，什么时候骗过你呢？我爹怎么可能会那么轻易的放过我们？你是不是使了什么法子？你有没有受伤啊？喂，你不要小看我五鬼好吗？我要真耍起手段来，你爹还不一定是我小爷的对手。再说了，你爹虽然心狠手辣，可心中对你还是有牵挂的。为什么突然对我这么好？冤枉啊！我什么时候对你不好啊？好，等我见到丁颖了，再一同向你道谢。我和他已经约好了，等他求掌门取出赤魂石，我们就一起远走高飞，隐姓埋名，做一对寻常夫妻。等我们安好家了，再送信给你，请你来做客。马车太慢了，还是轻功快一些。怎么了？怎么不走了？玉儿，我一直想方设法的想让你开心，可你在我身边的时候从来没有见你这样笑过。我认输了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刚刚是在骗我对吗？你根本就不是带我去找丁颖的，对不对？我爹已经去攻打蜀山了，那丁颖呢？你爹已经从蜀山撤回来了。丁颖在追击的过程中中了埋伏，宗主封住了他的全身大穴，正关押在血池。普通埋伏对付不了丁颖，你对他使用了阴招，对不对？是我为宗主设下了恶鬼阵。你为什么要帮我爹？你不是答应过我会送丁颖安全离开的吗？亏我还在担心你，担心你有没有受伤，担心你会不会受到爹的惩罚。可是没想到你居然背信弃义，去做我爹的帮凶。我没得选择了。你是不是觉得丁颖死了我就会看上你？还是你受到我爹的威胁，所以贪生怕死？你听我解释。我不要听你解释，我也不想再听你骗我。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了。是，我是贪生怕死了。我以为自己可以不恐惧死亡，但是当你爹说可以让我活命的时候，我就忽然不想死了。因为只要我还活着，我就可以多看你一眼，多帮你一次。我不想看到你一次一次地陷入困境。玉儿，现在阴风谷你已经孤立无援了，我不能再让你失去我这个后盾。宗主还说了，只要我帮他抓到丁颖，他就让我带你走。我也是人，我也贪心，你明不明白？宗主已经把丁颖带回阴风谷了，相信过不了多久就会从他的身上取出赤魂石。如果宗主在取出赤魂石的那个缝隙你能够钻进去的话，说不定就可以救出丁颖。宗主一天拿不到赤魂石，他就一天不会放过丁颖，你那个丁公子也不会有好日子过。这是个解不开的死结。你现在有一次机会，可以在那个空隙中去救丁颖。快走吧。
素衣，过了24年，你我还是等到了这一天。以血影刀助力，足以激发丁影心中恶念，噬魂师很快就要到手了。你我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终于可以结束了。当年对你发的誓言，我还是做到了。一些你不耻的事情，我杀了很多人，手上沾了很多血，我毁了玉儿的幸福，简直不配为父。我逆天而行，作恶多端，欺师灭祖，注定不得好死。我是做错了，可是事到如今，我早就不能回头了。我知道你在丁颖身上下了融血之阵，倘若真的不能一家团聚，就让我去承担，和他同归于尽好了。若牺牲我，牺牲丁日，能换你们母女平安，我这一生也就不悔了。计划好的，我只是没想到你会进步得这么快，让阴风谷损失惨重。你这个魔头，别妄想这样就能够只手遮天。你作恶多端，总有一天会有正道之人把你打入地府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正道？你以为放五鬼上山，毁了降魔塔咒印的人是谁？就是你们所谓的正道。哼，我甚至都不用亲自动手，只要动动嘴皮子。是你们蜀山的人心智不坚，自取灭亡。这一切
丹辰子，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来救丁颖。我知道他在哪儿，我带你去。我能相信你吗？我比你更在乎他。你在说什么？你以为你是六星之子这件事，是诸葛玉我偶然发现的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早在20多年前，我就已经找到你，并且把你带在身边养大。你可是在烈影神宗的庇护下长大的。我不知道你要搞什么鬼，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？我知道你什么都不记得了，那就让我来帮你。血影刀上面的赤星百炼珠，能集中你身体所有的力量，让你想起一切。就让我慢慢的跟你说清楚。当年一战，其中一颗元神被打散，失落人间。既然暂时得不到赤魂石，我当然第一时间去寻找这个元神所在，却没想到在无意之中发现了六星之子，就是你。既然赤魂石是由蛮族元神集合而成，那我就利用你这赤魂石的容器，再重新吸取活人的元神，练就一块新的魔石。我拿你来练赤魂石，练了整整17年。你以为你一身神力真是天生的吗？还不是因为你身体里藏着成千上万孤魂野鬼的鲜血。只可惜我还是低估了赤魂石的神秘力量，我常年拿你来练功，导致有一日你体内魔性大发，最后竟走火入魔逃了出去。是不是想起了什么？7年前的那个晚上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
我真的杀了他们。终于想起来了，记忆是骗不了人的。我一向自诩心狠手辣，可是跟那天晚上比起来，我真的是自叹不如。那些村民们死得好不凄凉。不可能，都是你编出来的。你骗我！天底下的事情就是那么有趣。怎么？你猜不透是吗？那我不妨告诉你，从你走火入魔之后，我就遍查神宗古籍，慢慢参透到，虽然你是赤魂石的容器，但赤魂石确实不可替代。所以若让你走火入魔，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可是只要掌握六星之子，赤魂石活跃期一到，我就用你好好的设了一个局，你就是最重要的棋子。我只是你的棋子，我也尊的村民。大力啊，那小玉呢？下去吧。小玉，她不是一直都在你身边吗？玉儿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扮成丁宇的妻子，守在他的身边，将他的一举一动汇报给我。爹，这样做真的有用吗？爹也不想为难你，但丁颖体内的魔性会不定时的发作，从小到大也只有你能让他平静下来，或许这就是你的宿命吧。为了替你娘报仇，你无论如何都要完成这个任务。女儿定当竭尽全力为娘报仇。这是断情丹，吃了之后你便不受七情六欲的控制。相公，你醒了。相公，你怎么了？
我是你的娘子小玉儿。我记得，你是我的娘子小玉。嗯，相公，你还记得吗？这里是卧云村，你的名字叫丁大力。我们都是卧云村的村民，我们从以前开始就一直住在这里。我记得，我叫丁大力，你是我的娘子小玉，我们是这里的村民。哎，小玉姐，你很快相信了这一切，并在卧云村安心地生活了下来。但发生过的事情并不能完全抹去，每个月总有几天你都会魔性发作。相公，别害怕，这一切都不是真的，全都是假的，别害怕。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终于想明白了吧？不管是卧云村的丁大力，或者是蜀山的丁毅，你都只是被人玩弄在股掌之间。醒醒吧！所谓的正道和正义，都是和你的命运背道而驰的东西，和你相辅相生的，都是你不堪回首的过去。愤怒吗？你就应该要愤怒，这样噬魂石才会离开容器，重返魔道。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。24年，我重返中原，安排了一场假的屠杀。蜀山上面那群人果然上了我的当，将你带回蜀山。只是没想到，你暂时丧失了记忆。之后的事情，你也都知道了。不管费多少周折，这赤魂石终究是属于我的。我逆天而行又怎么样？明明是天在逆我。你跟我说过，我们之间没有欺骗，这句话还算不算数？